大家好，这里是奇趣谈，我是小金。不管有没有英雄梦，我们都想拥有超能力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超能力不再是梦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六种让人获得超能力的设备吧。防弹西服是由轻质碳纳米管的面料制作而成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御刀枪的袭击。这种西服更轻薄，比防弹服更灵活，重要的是不易被发现。很多珠宝商在交易时都会穿上它，从而避免意外发生。据报道，光是单件套装价格就要20000美元。你想跟 X 战警一样拥有火的能力吗？那这款射击火焰器就能实现你的愿望。你只要将它戴在手腕上，之后按一下遥控器，就能让你发射出火球来，是不是太酷了？不过在你玩它之前，还是先检查检查周围是否有易燃物品吧，不然警察大哥会请你去喝茶的哦。运动辅助工具，这种工具可以贴在你的身体上任何位置，来更好地帮助肌肉运动，让你获得更强的运动能力。而且它一次就能佩戴好几个星期，能通过充电感应器来完成充电。充电时你完全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床上，它还能和智能手机一起配合使用，太有科技感了。这位大哥成功隐身了呢，原来他是用了隐形斗篷啊。这种布采用了超材料制作而成，这种隐形斗篷可以反射光线，制造出隐形的假象，它还是可以让你看到它的。如果你是主角，那感觉倍爽啊。目前在英国、德国和日本都已经研制成功了，不过还没有进入市场销售。想要跟蜘蛛侠一样爬高楼吗？专家们创造了一个可以爬上任何东西的手套，它的灵感来自于粘在墙上的甲虫。像这只甲虫一样，手套会分泌出少量的水滴，然后将它变成粘合剂，在向上爬时通过电磁和粘合剂生效。相信它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。视觉增强眼镜，不仅有放大的功能，还能让你看到数英里之外的任何最小细节，提高你的视野。在美国就有一家公司推出了这种眼镜，它弥补了眼睛视觉的差距，能传达出我们大脑中的图像。当然，这些眼镜只针对于盲人和弱势群体。小伙伴们，看了这么多的超能力，是否有你的菜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记得点赞和关注哦。我是小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